现在。直播开始，Hello，欢迎苏瑞奇来参加虎场新同事挑战。首先，请小苏跟镜头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Hello，大家好，我是苏瑞奇，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好的，那欢迎小苏。首先要进行我们的挑战的第一项，就是一个新同事 TMI 的填写。Oh. 你可以挑几支你喜欢的颜色。嗯，然后我们这个表格里有一些需要你填的内容。以及你的自画像就可以填的内容就用棕色吧，然后再来一个红色，橙色，是有自己这个色彩的搭配的。然后先填写姓名，小苏，小哇，这有种写毛笔的感觉。是的，是的，小苏。苏瑞奇，哇，这笔，这写的也太丑了，我的昵称啊，下面一个才是昵称，完蛋，没事没事，昵称、可以自己自由发挥，昵称小苏，对，然后我们苏心堂们都说今天苏瑞奇好漂亮，哪天不漂亮？每天都很漂亮，小苏。最满意的身体部位，眼睛，眼睛，然后三个绝不会打脸的 flag， 我每个 flag 都打脸，绝不会打脸的 flag， 难题来了，这好难啊。一，不会破音，因为我觉得这个 flag 应该不会的。我从小到大应该没有怎么破过音，很少。二，还有啥呢？还有啥呢？想一想。绝不会打脸的 flag 二，或者是有没有最近刚被打过脸的，然后你想重新证明一下自己？刚被打过脸的，重新证明自己。我最近被什么打过脸吗？一天吃四顿饭。哇，这个我只要想完成，绝对不会打脸。对，一天吃四顿。之前曾经一晚上都吃过四顿，一天吃四顿算什么？一天吃四顿。第三，就是我可以干嘛呢？我会倒立。这也是不会，绝不会打脸的 flag， 绝不会打脸的 flag， 会倒立。这感觉像
我有你没有。挑战宣言。对，因为今天是来应聘我们这个娱乐小编这个岗位的嘛。嗯，看看有没有那种就是放狠话环节。嗯，有我在你就不会亏。有我在绝对不亏。好，这字也太丑了。这2022年的心愿清单。很简单的心愿，事业节节高，事业节节高，二，身体健康，三，财源滚滚，朴素的愿望。超绝自画像，是吧？看看我们这个自画像有没有一些长进呢。我拿着这几个都好像都不适合画画。都不适合。看啥事。对，大家都说又要画画了。慌了慌了。这个笔虽说写字不是很顺，但是画画是相当的好用啊。我把自己画成了一个大脸盘子。所以这是你自画像的那个步骤吗？就是第一步先画脸。对。画的实在是太丑了吧。没事，都怪我们的笔不好，我们这个笔不适合画画。不是腿长。我画好了，来给我们镜头前展示一下。对，哎，然后可以解释一下你的自画像呢。就是首先脸嘛，就是一个美字就可以把我的脸给概括了。然后所以说，然后所以说我就这么画了，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然后完了过后，在旁边画了一个我今天的这么一个小偏分，然后是很瘦的身子，长长的腿，超级长的腿，很长的腿，非常的完美的这么一个身材比例哈，然后非常完美的一个脸蛋，然后非常完哇。非常完美的一个发链，我的画被我毁掉，没事，不会毁掉的。我在旁边加一个什么？加工一下了。嗯，这应该怎么加呢？对，大家都已经在弹幕上刷屏，都是哈哈哈哈哈哈。为什么要笑？这么认真的画作，对，精髓都拿捏住了。没事，我们小苏可以在旁边签上你的姓名。哦，那我就直接顺着签名了。完美。好的，哎，完美，好，我们完美的自画像。对 ，OK， 好，我可以递给我们的道具老师，谢谢。那就进行到我们第二个环节了。想成为我们的新同事呢，也是需要一些特别的才艺或者是个人技。好，那小苏准备这个个人技环节展示一些什么技能呢？个人技环节的话，清唱好吧？嗯，我就清唱一小段，然后唱我自己的歌吧。新歌聊，请大家就多多收听，然后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好好，来，那我们清唱环节。这首歌有点高。
清清嗓子，还没开嗓呢。叽叽，进入这风暴城，我已不知要为自己而宣告，终于望见那片破晓，对抗命运我不必逃。对，哇哦，掌声掌声。哇，我今天唱的真好，这个高音轻轻松松的就安排上了呢，太厉害了，不愧是我们的新同事，有这个潜质。那我们下一个环节就是这个模仿秀环节，大家也知道我们小苏特别擅长这个模仿嘛。那我们今天准备了三个小挑战，一个是金克斯，需要让我们的小苏来模仿一下他。那我们先听一下这个原声。规则就是用来打破，这非常熟悉。我在努力朝你开枪。这个我非常熟悉，非常熟悉，因为金克斯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那我们今天可以来一个2021版的苏瑞奇的金克斯。规，OK， 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站着别动，我在努力朝你开枪。哇，真的是简直一模一样。然后第二个就是哪吒这个电影的名台词，我命由我不由天。然后那就需要苏瑞奇先来模仿一个普通话版本的，然后再来一个方言版本，就是成都话版本的。那我们先来普通话版本的，这个就没有没有声音参考了。哦，好，就要自己发挥了。我命由我不由天。很厉害很厉害，但是容易表情失控。然后方言版啊，成都话版本。成都话版，好搞笑啊！我先把我脸遮住。我命由我不由天。哇，真的很厉害，就不愧是模仿小天才。那下面就是作为这个模仿小天才，最近有没有发掘一些新的声带模仿技能呢？比如说新的人物呀，有没有发掘到一些新的人物的话？可能有拉克斯，可以来给我们展示一下。他的声音就没有像金克斯那么独特，然后就比较温柔的，就是照亮前方的路，还有德玛西亚万岁。对，真的很厉害，电竞少女。好，那经过我们前面的几轮考验，恭喜苏瑞奇成功入职，成为我们的新同事啦！耶，这里是你的工牌，可以带上它。好，我入职了。你入职了。对，五险一金是吧？我入职了。可以看一下我们老师这边拍几张照片，这个入职的第一张照片。 OK， 好的好的，那下面就要进行到我们的游戏环节啦。第一个环节就是指定主题唱歌，我们这边准备了一些主题，然后需要小苏在限定的时间内唱出三首含有这个主题的歌，失败的话要接受惩罚哦，这个惩罚暂时还不能告诉你。然后每个主题是限定时间15秒，我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的话就是第一个主题了，雪，含有雪的主题的歌，来，计时开始。雪花飘飘，北风萧萧，还有雪，窗外雪花飞扬，烟火正在缤纷绽放。雪，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三首，三首，好的。那第二个主题就是地名，还有地名的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然后还有啊。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从小就自带到成都，听到李北清的评书。好的，我以为你一开始就会先来唱在蜀中在成都。哎，这肯定要压轴嘛。好，那我们下一个主题就是含有数字的歌曲。数字的，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2468。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望着天，然后还有一步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OK OK， 好，第四个主题，影视剧金曲。影视剧，还有就是
影视剧金曲的话啊，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然后还有啊，情深深雨蒙蒙，世界就在你眼中。OK， 那我们这个环节，这个虽然唱对了三首歌，但是已经超时了啊，所以我们继续往下来进行下一个主题，食物，还有食物这个主题的歌曲，来开始。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那是啥来着？还有啥来着？啊，还有食物的歌曲。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巴黎肉啊、咖喱肉骨茶啊、印尼九层塔，什么什么玩意儿？可以的。好，下一个就是小苏分享歌单时刻。emo 的时候会听的歌。emo 的时候最适合听积极向上的歌，当然就要数苏瑞琪的《聊》了。来唱两句。进入这风暴，成王亦不知啊，为自己而宣告，终于望着那片破沙。好的，那大家记得 emo 的时候一定要听的歌就是聊。对，好，那下一首歌就是开心的时候会听的歌。开心的时候呢，我虽然还是很想说聊，那就换一首吧。开心的时候可以听听摘星，苏瑞琪的摘星。See that light cross the sky， 星辰闪烁。On my mind, by my side， 月光洒落。很好听的一首歌，开心的时候听肯定会更加的开心。是的。好，那我们最后一个主题就是新年，含新年主题的歌曲，要唱出三首。恭喜你发财，恭喜你精彩，哎呦，新年好呀，新年好呀，祝福大家新年好。还有什么？好运啊，不对，可以算是可以的。难忘今宵，难忘今宵。OK， 非常完美的这个环节结束，大家都在感叹说苏瑞琪的歌单是多么的丰富，丰富哦，上到80年代，下到最新流行歌曲。哈，虽然小苏完美的完成了这个主题，但是很遗憾，我们还是要接受惩罚哦，因为我们超时了。那我们这个惩罚就是要随机连线一位好友完成任务。我们有两个任务，一个是电话拨通后就是不要说话，直接就唱一句歌，然后他能接出下一句就算成功。然后第二个任务就是要邀请好友跟你一起 cosplay 去环球影城。好，那工作人员可以递一下小苏的手机，你有想好要打给谁吗？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唱，但是我觉得我可以试一试。好，那我们第一个任务的挑战来了。好，我先打一个电话对他唱歌啊。你在干什么？文哲老师。好，我们第一个电话是跟文哲的连线。他不会不接吧？他的这个铃声好动感。喂喂，进入这风暴，成王亦不知啊。为自己而宣告，什么来着？我不记词儿。终于望见那片破晓。为自己而宣告，终于什么来着？怎么唱的来着？没事，他接了一句。也算成功，也算成功，是的，耶！ Yeah， 不愧是我的好 bro。你的歌未免也太高了，就是说，没关系啊，就是咱们可以多多听听我的新歌，然后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文哲老师。我现在在做节目，哈哈。对，可以让文哲跟搜狐娱乐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就是、大家多多支持我们苏瑞琪的新歌。文哲老师给我们搜狐娱乐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搜狐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对，我是苏瑞琪的好朋友文哲。好，大家多多支持文哲老师。那我先挂了，对，改天见。好，拜拜拜拜，谢谢你。拜拜拜拜。
就顺利的就完成了这个挑战啊、oh, easy 我的朋友们都被我安利了这首歌。是的，然后大家都说你们俩是那个社交啊一级用户嘛、然后我们就第二个小挑战了，你要打给谁呢？邀请好友跟你一起 cosplay 去环球影城。好，但我怕他现在在上课。我天哪，这一个比一个夸张啊！这是这啥呀？你也有给自己设这个微信铃声吗？啊、哦，我的是玛卡巴卡伊卡拉卡伊卡拉卡乌。我觉得他在上课。喂？喂？喂？啊，我们改天去 cosplay 去环球影城吧。cosplay 去环球影城？对呀。cosplay 啥？你要 cosplay？ 对呀，我们一起 cosplay 去环球影城啊。我 cosplay 大黄蜂，你 cosplay 擎天柱。你怎么能这样骂我呢？好不好？如果我说不，你选一个吧。你是 cosplay 威震天呢，还是 cosplay 擎天柱？实在不行，大黄蜂我也可以让给你。那我 cosplay 威震天吧。好好好，哎，成功了，成功了！我居然拉，我居然拉到了人跟我一起 cosplay。对，我在。是的，我现在在上节目，然后他让我说给一个朋友打电话，让他跟我一起 cosplay 去环球影城。但我没有想到你居然真的愿意答应 cos 威震天，哎。不是，我在想。你肯定没有憋什么好屁。这是在直播放送，姐妹。啊，可以。哦、真的吗？对不起、啊，你肯定是在就是对，没有错。好，你各位搜狐娱乐的朋友们，加油！哎，没有，你先打个招呼，你先别挂。好。搜狐娱乐的朋友们。啊，搜狐娱乐的朋友们。可以介绍一下自己。你介绍一下自己啊，你打个招呼。哦，搜狐娱乐的朋友们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仁宇，嗨。嗨，欢迎我们的肉。所以肉肉是真的愿意 cosplay 威震天跟小苏一起去环球吗？问你是不是真的愿意 cosplay 威震天跟我一起去环球影城？只要他愿意 cosplay 大黄蜂，我就愿意 cosplay。好，我改天就在那个 cos 大黄蜂在园区等你。你把服装帮我买好，我就敢。你敢买，我就敢穿。行，好，那你好好好好上课。嗯，好。拜拜。我现在没在上课，拜。好，行，拜拜。拜。果然是好姐妹，所以那我们就只能说期待你们两个的 cosplay 呢，一定要给我们返图哦。好的，应该吧，或许吧，我怕园区把我赶出去。园区以为你是里面的工作人员。好，那我们下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随机舞蹈啦。哦，好的，我们的随机舞蹈就是准备了一些歌曲，然后小苏可以发挥你的舞蹈实力。对，我们道具老师撤一下。然后工牌要不然先摘，要不然我怕一会儿甩到你的身上。哦，没关系，给我就行。啊，好，可以。好的。来，我们的道具老师，音乐准备。但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接触外面的舞蹈和音乐了，已经很有可能太久了，不会跳啊。非常熟悉的一首歌。
其实我也不会哈。好像是这样跳的吧。其实我也不会跳。我干啊！我都差点忘了。别跳了，啊！进入这风暴，曾往一步之遥，为自己而宣告，终于望见那片破晓。对抗命运，我不必逃，曙光终会来到，无畏去燃烧，去奔跑，多闪耀，不朽的骄傲。非常、非常精彩的一段随机舞蹈，而且这个时间特别特别长，然后辛苦小苏了。然后刚刚也听到了，不是我们有一整段那个回忆杀的环节嘛？然后我们也准备了几张扑克牌，看要不要现场还原一下塔罗拿亚这个环节呢？塔罗拿亚，哦，好大的扑克牌，是超级王炸，王炸，塔罗拿亚，哇，拿大王。
反了，再来一次可以吗？OK。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对，我们小苏可以先喝点水休息一下。真的是非常长的一段随机舞蹈，然后男团舞、女团舞都跳出了自己非常厉害的特色，大家已经在弹幕上刷屏，太帅啦！好，我们凳子道具老师，对，可以先喝点水休息一下。谢谢。这里面有很多歌都特别新，谢谢，但是你都会跳，都是。其实我原来的话可能会跳的更多，但是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与外界接触，所以说可能就是很多歌现在都不会跳。那已经跳得非常好了，真的，我们这是简直是免费的这个观影体验，绝了绝了。好，那我们就进入到敢问敢答的环节啦。然后刚刚也是对，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刚刚也是最后一个环节，听到了我们最新发表的单曲聊嘛，那想问一下小苏，对于这首最新的单曲想要传达什么样的情绪呢？可不可以用矫情文学、废话文学来安利一下自己的新歌？这首好听歌的，这呸，这首好听的歌呢就是非常的好听，这是废话文学然后矫情文学，这首歌呢其实在你非常其实也不矫情了，就是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确实就是希望能在可能很多时候失意的时候带给大家力量吧。就可能很多时候会觉得啊，为什么我一直遇到的都是挫折，一直感觉自己的运气很不好呀，或者说感觉前方的坎坷有很多，但其实像这首歌就像写的一样，凤凰一定是要浴火才会重生的，只有你经历了这些坎坷，经历了这些困难过后，你才会得到一个全新的自己，一个更好的自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所经历的坎坷它都是在磨练你，让你能够变成凤凰。所以说其实这首歌我觉得就像刚刚说的，还挺适合 emo 的时候听的吧。然后而且这首歌我觉得在开心的时候也不是就是不能听，就我觉得也是非常适合听，因为这首歌它的整体的调性其实很像是一首战歌。当你在可能开心，我在玩游戏的时候啊，或者说可能我在走在路上的时候，当然走在路上不建议大家听歌啊，就是得小心车辆，但是如果你走在僻静无人的小路上，我觉得也是非常可以听的，因为你可能听了这首歌走路都带风，然后打游戏操作都变好，这样。是的，是的，是一首非常燃，然后非常炸裂，非常正能量的一首歌。那下一张单曲有打算尝试什么样的风格呢？下一张单曲的话，首先咱们也没说是不是单曲是吧？当然也没有说就是什么都没有说。好像会有更大的惊喜的意思呢。对，就是什么都没有说，然后反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吧，就因为下一首歌谁知道呢，就因为曲风还有很多种，然后包括可能我自己的歌曲又也会后面也有不一样的风格，然后我也自己会去尝试更多的风格，所以敬请期待。对，那咱们粉丝朋友就是期待关注苏瑞琪就完了。嗯，好，那之后有考虑见面会或者是生日会的计划吗？想去哪个城市呢？见面会或者生日会，生日会的话可能还有点早，就咱们就是说才过了生日三四个月左右，都四个月了，然后完了过后见面会的话后面可能也会考虑吧，就是请大家就可以多多关注后续的行程。好的，那小苏可以分享一些节目期间你们西葫芦组的幕后小趣事或者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吗？幕后小趣事的话就其实西葫芦这个词语也是因为当时韩语一直发 C 组嘛，就是西葫芦西葫芦，然后后面就是说西葫芦西葫芦，然后我们就后面建了一个群都叫西葫芦。然后还有趣事就很多啊，就是经常
就是大家经常一起聊天，一起玩儿。哎，你要我单独的讲，我又感觉说不出来，但是在其中的时候，你又觉得非常的有趣，大家都天天就是很开心，这样就跟同组的一起就每天聊天，聊啥啥都聊，就这种。那就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在节目期间最开心的时刻和最感动的时刻吧。嗯，最开心的时刻的话，可能，很复杂吧。最开心，首先，最开心的时刻其实也是我，最伤心的时刻，可以这么说吗？因为其实我最开心的时刻，我感觉是总决赛那天结束，就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段旅程终于完了，然后我可以，因为我可以回国了嘛，然后而且就是可以见到很久没见到大家，然后回家好好陪父母啊，然后可能吃中国菜啥的。但是其实那天我也很伤心，就因为觉得这段旅途就这么结束了，又觉得比较可惜，然后或者说怎么样，所以其实那天的情绪很复杂了。我觉得最开心最难过其实都是在那天。那最感动的时刻呢？最感动的时刻，其实我的很多在节目里面感动的时刻都是文哲带给我的吧，就刚刚通话的那个文哲啊，因为他我记忆非常深刻，是他有一次淘汰的时候，差点被淘汰的时候，他站在舞台上说我很想留在这个舞台，就当时他憋了很久，然后我因为我知道他其实因为那是第一轮，然后因为他之前参加其他节目也是第一轮就离开了，所以他非常不希望这次也是一样的结果，所以我知道他内心对这个舞台的渴望，然后他当时站在舞台上就非常真挚的在说我不想走，我想留在这里，然后当时我就非常的感动，而且也就想起了自己可能也经历了很多次失败，然后依旧站在舞台上的各种经历吧，其实就有一种共鸣的感觉吧。但其实这些经历都给你的未来塑造了很好的基础嘛，大家都会有很好的未来。那你在比赛期间如果压力大或者难过的时候会怎样调节自己的情绪呢？嗯，压力大难过其实我会看书吧，看书其实我觉得会分散我的注意，而且有些时候在看书的时候里面的可能一些句子，虽然说它可能描写的不是我当时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可以从这些句子中反向思维一下，其实是可以解决我当下这个问题的，就我觉得其实也给了我一些答案吧，然后所以我在比赛的时候我可能遇到压力我会去看书，不管它是能够给我答案也好，还是就是单纯的帮助我分散注意力，我觉得它都是一个挺好的这么一个工具。因为没有手机嘛，就是其实很多事情你都没有办法做，没有办法跟朋友倾诉，没有办法跟家人倾诉，可能之前的话可能跟家人倾诉其实会分散一些压力，或者说可能虽然倾诉不只是单纯的诉苦啊，只是说聊天，因为我也不希望把自己的负能量传递给家人，传递给朋友，然后但是在里面你没有这样的条件，没有这样的办法，所以就只能看书。是一个很好的解压的方式了。嗯，那你是怎么想到结束之后要做一个999公演舞台回顾的这样一个系列的企划呢？嗯，其实首先我自己也对这个有想法吧，就因为我觉得可能在舞台上呈现的跟可能在线下在呈现，就是在私下来自己在呈现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还有就是安排好的，那这些舞台里有哪个是自己心中的 top one， 就可以是你参与的也可以是没有你参与的，就是你觉得所有的舞台里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我最喜欢当然是我参与的最喜欢最喜欢 Snapping 跟姻缘吧，其实这两首歌的在我心中的分量是差不多的。 Snapping 的话呢，我觉得是作为一个 solo 舞台来说，我觉得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舞台，因为它展现了很多我的
实力也好，然后我的魅力，包括也让更多的人看到我，是因为那个舞台。但姻缘的话呢，我觉得是给大家呈现了不一样的一面，而且其实这种舞台很少，就这种柔情的走感情的这种舞台很少能在节目上去呈现，在电视上去呈现，所以说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吧。而且这首歌确实我们在编舞的时候，包括最后演绎的时候，都倾注了非常多的心血。而且当时表演结束，我想到我要告别这个舞台，我可能以后再也不会跳这个舞了。我当时下来，我就抱着我们的那个编剧在那哭，我说我太难受了，我说我真的不想离开这个舞台。就是他在问我问题的时候，一边问我一边哭，我说我真的我很不想离开这个舞台，我不想就离开这首歌，因为他这个舞台倾注了我很多的感情在里面。而且这两个舞台确实也是整个系列里非常名场面的舞台，然后也是粉丝朋友们特别喜欢的两个舞台了。那除了自己演绎的舞台之外，你最想选择的公演舞台是哪一个？其实我还有两个舞台我都还挺想选择的。三个很多舞台我都很想选择，然后可能有Casablanca Kitchen， 就是第五季节。这首歌呢，它是可能跟大家印象中的我非常的不一样吧，但其实我非常喜欢这首歌，非常喜欢这首歌。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我当时也是非常想要去演绎这首歌的。但当时因为在选歌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听过这首歌，所以还挺可惜的，就没有去选择。还有就是VVS 或者是叉吧，这两首 rap 歌曲。其实因为我很想在这个节目中展现 rap 的部分啊，但是当时因为听到舞蹈组的歌曲有更适合我的，所以就去选择了舞蹈，没有去选择 rap， 所以还是会有一点点可惜吧。最后就是三公的舞台的话，我也挺想选You Plus Me Equals Love 的，就这首歌其实我也觉得非常的好听，也非常的独特吧，就是多种风格其实都想去尝试一下。对，那用一个词来总结一下自己的这段旅程吧。收获。我觉得收获了很多，其实不管是心态方面，还是说可能包括演绎方面吧，我觉得都有一定程度上的收获。其实回来包括录音啊或什么，很多老师也跟我说，哎，你进步很大呀之类的。但其实我在节目中我没有明显的感觉到啊，我忽然一下我这儿开窍了，我忽然提升了或者怎么样。但回来过后可能在录音之后会发现啊，我这里进步了或者怎么。那节目结束之后回国之后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旅游。我好想旅游啊，就想一个长时间的休假。工作人员听到了吗？现场喊话工作人员听到了。你有没有吃什么就是当下回到中国之后最想吃的美食，有没有那种冲动？有。我当时，但其实当时因为太想吃了，所以其实我当时就在国外都直接吃了一顿，就是找到了某海捞，然后去吃了一顿，因为国外也有嘛，就当时其实味道还是差不多，就是因为同一个品牌嘛，对，味道还是差不多，但当时太馋了，就觉得不行，一定得先吃一顿，所以赶快整了一顿火锅。然后回国之后可能就是隔离结束中午我爸妈就带我去吃美蛙火锅，因为知道我非常喜欢吃，所以中午就带我去吃美蛙火锅，导致我最近我都没有吃了，因为太闷了，中午吃确实就是有点太油了，而且特别是吃习惯了清淡的那段时间，忽然一下就是大中午来个这么油的我当时一下子我就觉得好，最近我都比较想吃花椒鸡这种清淡的东西。
果然是我们离不开火锅的人。嗯，然后因为最近是马上双十二了嘛，哎，已经双十二结束了。你是一个喜欢购物的人嘛？放到购物车最久，但是一直没有下单的物品是什么？嗯，我是一个喜欢在网上购物的人。我不喜欢购物，但我喜欢在网上购物，因为我，在线下购物的话，很多时候我感觉买不到想买的东西，或者买着买着就忘了啊，我这一趟出来的主要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习惯在网上购物。那很多时候我会经常，我购物车里面躺了可多东西了，永远都是99、99，但然后完了过后满了我就得删，满了又得删。其实，躺了最久的东西，的话。嗯，其实我都记不到，我就久到我都记不到里面躺了些什么，不记得有什么了。对，都不记得有什么。那就刚刚结束的双十二，你给自己购入的最贵的一样东西是什么？我双十二没有买东西，双十二没有买东西，但其实有考虑买什么，我考虑买一个新电脑，但是纠结了很久，到现在都还没买。可以的，那也是下一个问题，就是也是粉丝朋友们想问的问题，想让小苏按照喜好程度来排序一下以下几种风格。嗯，帅气、性感、可爱、元气、暗黑，这五个风格你可以按照个人的喜好来排个序。嗯，第一个啊，你们是不是会觉得我要排帅气？哎，不是，第一个暗黑，其实我很喜欢暗黑的风格，因为其实我觉得在舞台的呈现上是非常，有冲击性的，然后虽然我不是一个暗黑的人，但是挺喜欢这种风格的。嗯，第二个的话可能是帅气吧，嗯，帅气。第三个，性感跟元气其实算并列吧，其实我挺喜欢元气的啊，元气的风格。嗯，最后当然就是可爱了。可爱就是被排在了最后啊。对，好的。其实不是说不喜欢可爱这种风格，但是可爱的话就免不了会笑，但我是在舞台上在表演的时候不太爱笑的一个人，所以他就被我排在最后了。哈哈，所以舞台上要走酷炫的风格嘛。然后这次小苏也是收获了很多不同国家粉丝的喜爱，那可以用多国语言来表达一下对粉丝的感谢吗？嗯，我们可以先来中文。中文，嗯，啊，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包括啊，我觉得这段时间也非常的长，大家能一路陪我走到现在，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然后以后我也会多多努力，用更好的作品回馈给大家的。嗯，好的，那下一个语言我们选择日语。日语吧。好的。嗯，啊，こんにちは。私はスリチ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嗯，对。啊，等一下，让我想一下，让我想一想我的词库。来展示一下21天学习成果。哎，对，21天学习成果，这可不能忘啊。什么 Daisuki 这种的啊？对， Daisuki 是肯定有的啊。Daisuki， 嗯，我不行，我那一句我一定得想起。好，想不起来了，就先这样吧，我回去再补一补。可以的，那我们下一个语言啊，泰国吧。好，嗯，萨瓦迪卡，卡昆卡。没了，萨瓦迪卡，卡昆卡。好的，然后还有下一个语言吗？嗯 ，Hello everyone, I am Srichi. Thank you, thank you guys, I love you. OK, 那我们最后来一个韩语。嗯，哦，对啊，안녕하세요저는스루이치입니다이번진짜너무고생했어요감사합니다사랑해요哇，主要语言太多了，就有点混乱。我当时在想，韩语是阿里嘎多还是사랑해요？我在那想了，哦，就有点混乱了，确实。语言系统有点稳了。嗯，对，但其实
我能说更多的。嗯，真的相信我，我们粉丝已经 get 到我们苏瑞琪的心意了嘛。好，那我们下一个环节就是要翻牌粉丝弹幕啦，快，我们的苏心堂们有什么想跟小苏互动的可以刷在弹幕里，然后小苏要翻牌三个粉丝哦。嗯，你可以看着然后跟他们简单互动一下就行。嗯，我一开始我就看到你们在那倾家怒目啊，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梗，我当时韩语不好，然后看着眼前的景象我形容不出来，我只能倾家怒目。哇，可以嫁给你吗？不行。哦，苏瑞琪喊你宝贝，不可能。可以波波你吗？不可能。哎，你们都是问的些什么问题？都是些什么问题？都是些啥呀？什么苏瑞琪，你是不是很喜欢土味情话？并没有，好吧，并没有。你每次发土味情话，都是我给你们打的一个问号。啊，有说咱们新歌聊的 rap 可不可以来一段？好，可以。我记得到词儿吗？记得词儿，应该记得到吧。Yeah, sorry, sorry, so fly. 漫步万里云端，挥舞翅膀俯瞰群山。刺眼的光芒扑灭噪声与不安。留着下次再唱吧，哈哈，等我回去记一下歌词。好的，记得有点混乱。我们最后翻一个粉丝朋友们的弹幕。嗯，翻一个粉丝弹幕，打什么问号？不准打问号。哎，你们这些什么可以当你姐姐吗？可以撒娇吗？撒娇撒娇撒娇，第一开始第一趴就是撒娇，你们有没有认真看节目？哦，我们撒娇是后面放，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对不起，对不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后面小苏确实是撒娇了呢。嗯，对，我有撒娇，所以你们不用在弹幕上 Q 了，不用再 Q 了，好吧，不要再 Q 了，虽然我不小心剧透了，但是不要再 Q 了。人家说错怪你了，错怪你了。嗯，好，我们最后来一个弹幕，你们可不可以发一些正常的弹幕让我可以翻牌的？好，这个正常。问苏瑞琪，之后有舞蹈 cover， 有新的舞蹈 cover 吗？我也不知道哎，但是大家可以多多期待，不管有还是没有，你们不要每次我说多多期待的时候就觉得一定有哦，有可能没有哦。对，就是多多期待。好的，好的。那我们在演播厅的这个直播就结束啦，粉丝朋友们稍安勿躁，还在这个直播间，稍后小苏会来到我们的办公区跟我们的员工互动扫楼，还是这个地址，还是这个链接哦，我们先直播暂时关掉咯，拜拜。